大家好，我是当当，今天我来教大家勾这个小猪头。这个勾好呢，成品呢有七厘米左右。我用的是中细的线来勾的。现在呢，咱们先来看一下图解。我们首先看需要用到的针法，有短针、短针加针、剪、短针减针。长针，一针里勾三个长针和长针加针。咱们先来看这种勾指符号，然后现在呢看下面的图解。首先，我们来从头部这儿来勾，勾好的呢，看着我拍了个照片，是这样的。那第一圈呢是 6X，这样表述呢是圈起的意思，就是圈起勾六个短针。这样，后面括号里面的表示这一圈勾好之后的针数。现在呢，咱们来学习第一圈。咱们现在来学习，把这个线呢，在自己左手的食指上，我们绕两圈，拿下来。这个呢，是圈勾的方法。绕线的方法，小拇指绕一下线。食指挑起来，这是拿线的方法。钩针从这个洞里插入进去，把线绕出来。咱们先来立一个辫子针。接下来，我们呢在这个洞里面勾六个短针，钩针插入，绕线出来，绕线穿过。钩针上面的两个线圈，这样呢就勾好了一个短针。在这个短针，它形成了这个小辫子，也就是它的针目上面做一个记号，这是这一圈引拔的位置。接下来继续插入、绕线、拉过两个线圈，第二针插。绕线，拉过两个线圈，3、4、5、6，把这个线圈呢拉大。现在呢，咱们要把这六针呢给收一下口。拉动一下最先留的这个线头，观察着上面这两根线，哪一根线在活动。这根是吧？拉动活动的这根线。另一根线呢，就收紧了。接下来，再拉动最先留的这个线头。咱们把这个最先留的这个线头呢断掉，这个线呢是不会散开的。现在呢，咱们要第一圈呢引拔结束，我们来看一下引拔针的勾法，把钩针取下来，插入进去。绕一下线，再直接绕线穿过钩针上面这个线圈。第二来看一下，引拔呢都会形成这样一个小辫子，咱们把它给拉紧。好，这样呢第一圈呢就勾好了。咱们要数一下是不是六个辫子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圈。第二圈呢是6V，V 呢是短针加针。咱们来看一下短针加针，每一圈呢我们都先立一个辫子针。短针加针呢就是在这一个辫子里面呢，我们连续勾两个短针，一个，
在第一针它这个辫子上面呢，我们做一个记号。再来，还在刚才的辫子里面勾，这样呢，就是在一个辫子里勾了两针，这个就叫短针加针。好，接下来再给大家示范一针，在下面这个辫子里面呢，咱们也是连续勾两个短针，在下面这个辫子里也是。这一圈勾完了，咱们就学会了短针加针。好了，这一圈勾好之后呢，咱们在做记号的这个地方呢，引拔结束。好，这样第二圈呢就勾好了。我们看第三圈，第三圈呢是 XV 乘以6，它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呢为一组重复六组。咱们现在呢先立一个辫子针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先来勾一个短针。新手朋友呢记得在这上面做记号，以后呢我就不再提醒大家了。短针下面这一圈这一针呢，咱们勾一个短针加针。好，这样呢咱们就勾好了一组了。再给大家示范一组，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那大家自己呢把这一圈勾好。第三圈勾好之后呢，这样咱们呢现在呢开始引拔结束。现在看第四圈，第四圈呢是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一个短针，这样为一组，重复六组。给大家示范一组，先立一个辫子针，接下来是一个短针，在这上面做记号。那这一圈到最后勾完之后呢，再做记号的这个辫子上面呢引拔短针，接下来是一个短针加针。再来一个短针。那这样呢勾好了一组，大家呢重复勾六组，然后引拔结束。第四圈勾好之后，我们来看第五圈。第五圈呢是三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为一组，重复勾六组。其实这个呢也叫隔三加一。咱们呢重复，给大家示范一组。先来一个辫子针啊，接下来呢隔三针，勾三个短针，大家记得做记号。一、二、三，一个短针加针，大家这样呢重复勾六组，引拔结束。这是第五圈勾好之后，我们看第六圈。第六圈呢是两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两个短针为一组，重复勾六组。
还是给大家示范一组，每次呢都要先立个辫子针，接下来是两个短针，一，大家记得做记号，二，两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两个短针，好，这样呢勾好了一组，大家重复勾六组，这一圈呢勾好。这是第六圈勾好之后，我们来看第七圈，隔 5XV 就是隔五针加一针，先立个辫子针，接下来咱们要勾五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再勾一个短针加针。好了，那如果大家比较熟练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找到第一个短针它形成这个辫子这儿了，咱们就不用做记号，每一圈呢直接在这儿一拔就可以了。大家现在呢把这一圈呢勾好，那第七圈勾好呢，这样我们看第八圈，第八圈呢是三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三个短针，这样为一组，重复勾六组。咱们来看一下，先来三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。接下来一个短针加针，再勾三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样呢，咱们重复六组。这是第八圈勾好之后的样子，我们看第九圈到第十七圈呢，这几圈的勾法呢是完全一样的，都是勾四十八个短针，也就是不加不减的勾一圈短针。哎，咱们来看第九圈，那这个我们就勾一圈短针，不用数针数，也不需要加减，勾一圈就可以了，就这样。那大家呢自己呢把第九到第十七圈呢勾好，我因为给大家做教程嘛，所以我呢就勾一圈，我就把第九圈勾好，然后接下来呢就开始教大家第十八圈的勾法。大家呢把九到十七圈呢都勾好，我们现在来学习第十八圈。十八圈呢学习一种新的针法， A 呢是短针减针，它的意思呢是勾三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减针，三个短针，这样呢重复六组。咱们现在呢来学习，先立一个辫子针，接下来呢咱们来勾勾三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。现在我们来看短针减针的勾法，钩针插入辫子里面绕线出来，钩针上面两个线圈不管它，再从下一个辫子里插入绕线出来，
钩针上面的三个线圈绕线，一次性拉过这三个线圈，就相当于是我们把两个短针呢合并在了一起，这个就叫短针减针。接下来呢，再钩三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这样呢是勾好了一组，再给大家示范一组，三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，接下来一个短针减针，我把这个线整理一下，一个短针减针，大家看，插入热线出来，再插入下一个辫子，绕线出来，直接绕线穿过三个线圈。接下来呢，又是三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好了。接下来几组呢，大家呢自己来勾，把这一圈呢给勾好。十八圈勾好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九圈。十九圈呢是五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减针，重复六组，其实也就是隔五针减一针。看咱们来勾，给大家示范一组，隔五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呢是一个短针减针，大家这样呢重复勾六组，把这一圈勾好。第十九圈勾好之后呢，咱们来看第二十圈。二十圈呢是两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减针，两个短针，这样重复六次。咱们来看一下，先立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呢勾两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一个短针减针，再来两个短针，那这样呢为一组，咱们呢勾六组，把这一圈勾好。第二十圈勾好之后，咱们来看第二十一圈，就是勾三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减针，重复六次，也就是隔三针减一针。示范一组，先立个辫子针，接下来呢咱们勾三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勾一个短针减针，咱们这样呢重复六组，把这一圈勾好。把这个二十一圈勾好，我们看第二十二圈。二十二圈呢是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减针，一个短针，这样重复六组。咱们来看一下，先来一个短针，接下来一个短针减针，再来一个短针，这样呢我们重复六组。二十二圈勾好，现在呢我们看第二十三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减针，这样重复六组。一个短针，接下来
短针、剪针，这样呢，过完。来看第24圈，勾内半针，连续勾6个短针、剪针。咱们来看内半针，什么叫内半针？仍然是先立个辫子针。我们平时勾的时候呢，咱们调的，咱们一次性插入的呢，都是辫子的这两根线，是吧？勾内半针的时候呢，给大家说一下，你看这辫子呢是有两根线的，对吧？我们呢挑起靠里的这根线，这样来勾的话呢，就是勾的内半针。如果咱们只挑起靠外的这根线，这样来勾的话，就是勾的外半针。现在呢，咱们来勾内半针。挑线的方法不一样，只挑起靠里面的这一根线，尤其是第一针，注意一下。好，别的呢都是一样的。那勾内半针呢，大家会发现靠外面这根线呢就剩出来了，就是这样来勾，勾了两个了。再给大家示范一个，单挑起靠里面的这一根线。那现在大家把这一圈呢勾完，这一圈呢勾好之后呢，我们在最后引拔的时候呢，大家注意，咱们仍然是挑起这两根辫子，就是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呢，短针剪针的针目上，这样呢来引拔的，这个不用挑起一根，这样呢脑袋部分呢就勾好了。大家勾好脑袋部分呢，然后在里面呢塞一些棉花，塞的饱满一些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大家塞完棉花之后呢，这根线呢就可以断线。断线呢，我们把这个线头呢在这个里面呢藏一下，大头针，大家肯定是塞完棉花这个样子的，随便在这个里面藏几针断线就可以了。这个口这儿呢，这个不用管，因为呢，大家看这个领花部分呢，直接呢就会把它给盖住的，这个部分不用管。我们现在呢往下面学习，咱们来看领花部分。领花部分呢，第一圈呢是在第24行的外半针上勾，咱们刚才我们勾了内半针是吧？然后把外半针呢这一根线呢就剩下来了，咱们呢就在剩的这一根线上来勾。大家如果勾的是正确的话，咱们先数一下，这上面剩的这根线的应该是有12根这个线。咱们勾什么呢？勾 FW， 就是一针里面勾三个长针。来，现在呢给大家示范，大家呢要换一种颜色，红色或者其他自己喜欢的颜色，从第一针外半针这里挑起这一根线，来，现在咱们开始来勾。我们看长针，先来立两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，接下来还在刚才咱们挑起的这根线里面呢，
我们勾三个长针，看长针的勾法，钩针绕线，从这根线上面插入进去，绕线出来，钩针上三个线圈，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，再绕线穿过两个线圈，这样呢，咱们就勾好了一个长针了。我们在勾好了这个长针上面呢，咱们做一个记号，这个是这一圈到最后引拔的地方。接下来还在刚才挑起的这根线上，我们再勾两个长针，一，还在这根线上，二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一个一针里勾三个长针。再示范一组，挑起下面这根线，一个长针，两个长针，三个长针。那大家这样呢，重复着把这一圈呢勾好，勾好之后呢，再做记号扣的这个地方引拔结束。咱们把这一圈勾好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呢可以先把最先留的这个小线头，我们藏一下线。用大头针呢，随便只要把它塞到这个织物里面就可以了，比较短的话藏一次就可以了。这边呢断掉，哎，现在咱们继续往下面学习。那第二圈呢是36个 FV， 就是相当于勾一圈的 FV 呢是长针加针，勾一圈长针加针，这个呢就是在正常的长针上面勾了。咱们来给大家示范长针呢，我们每次呢都立两个辫子针，或者三个也行，我是习惯于立两个。接下来咱们在第一个长针里面呢，我们勾两个长针，这个呢第一个长针它形成了辫子上面，咱们勾两个长针，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一个长针加针了。在接下来这个辫子上面呢，我们也是勾两个长针。那大家呢这一圈呢就都这样来勾，勾好之后呢，它就会自然的形成这样一个褶皱的这样一个形状。那这个呢就是领花部分，咱们呢就学习到这里，大家勾好之后呢，自己引拔结束，断线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呢，继续往下面学习，咱们看猪耳朵，耳朵呢，勾好是这个样子的，这种猪耳朵非常可爱，这样，来，咱们来看一下，耳朵呢，用的仍然是圈勾的方法，总共是有五圈。它这个勾法呢跟头部呢是非常相似的，前几圈是吧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不过就是这个针数不同。第一圈呢是圈起的方法，咱们勾六个短针，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咱们拿出线，在自己左手的食指上呢绕两圈，拿下来。咱们先来，我们是插入进去，跟头部前几圈的勾法一样，先立个辫子针，接下来在这个里面呢，咱们勾六个短针，一、二，新手记着在上面做记号啊，三、四、五。现在呢把这个袖口
拉董最先留了这根线，观察一下这上面两根线，哪一根线在活动？我们拉动活动的这一根线。再拉动最先留的这根线，断掉。引拔了这一圈结束。好，这个呢是第一圈勾好之后的样子。现在我们看第二圈，第二圈呢也是 6X， 就是再勾一圈不加不减的短针就可以了。来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咱们就这样不加不减的勾一圈，但是呢越是这种针数少呢，它其实呢越不好勾，因为尤其是引拔的时候呢不好引拔。在这个地方引拔完了之后，大家记得要把这个翻一下，因为大家要分清楚织物的正反面。这个里面呢它的纹理呢是不清晰的，正面的纹理比较清晰。看第三圈，第三圈呢是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重复三组。给大家示范一组，先立个辫子针，接下来呢咱们勾一个短针，再来一个短针加针，那这样呢为一组，咱们呢重复勾三组。第三圈勾好了，我们看第四圈。第四圈是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一个短针，这样呢重复三组。一个短针，接下来短针加针，在下面这个辫子里面勾一个短针，这样呢我们连续重复三组把它勾完。咱们看第五圈是三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重复三组。我们看一下是三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，一个短针加针。好，咱们这样呢重复三组。第五圈勾好之后，我们看一下是把耳朵对折勾短针缝合，然后留个长线。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就是先把这个耳朵部分呢这样对折一下。这个第五圈勾好之后是15针是吧，它对折之后呢它是不能够完全平均的，那咱们在这上面呢勾7针就可以了，也不用非得每一针都插入进去，就这样咱们就基本上是对称着，但是呢会空一针。同时呢穿过两个辫子。
哎，这样呢，留一个长线，咱们呢用来缝合断线就可以了。这个呢，猪耳朵部分呢就勾好了，大家呢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勾一个猪耳朵。现在咱们来看猪鼻子这个部分。猪鼻子呢涉及到换线，前两圈呢，大家看这个部分呢，它用的是红色的线，就是大红色或者说玫红色，比猪头的这个红色呢要重一些。那第一圈呢也是圈起 6X 用红色的线，第二圈呢是六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到第三圈的话呢，咱们重换回猪头这个颜色的线。来勾，现在呢给大家示范一下，我用这种绿色的线呢来示范，这样看得清楚一点，仍然是绕两圈，我们勾六个短针出来，六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收口。引拔结束。哎，现在呢，我们看第二圈呢是六个短针加针，少挑一根线。大家自己呢把第二圈呢给勾好。咱们勾好前两圈之后呢，我们看第三圈呢是换粉色的线勾外半针。来，咱们先来换线，我能换成这个紫色的。换线的方法呢都是一样的。原来这根线呢拉紧一下，咱们看外半针，刚才大家说过是吧，挑起靠外的这一根线来勾，每一针呢都是咱们只挑起靠外的这一根线。大家这样呢把这一圈勾好，引拔的时候呢，咱们还是在这上面挑起这两根线，一个辫子两根线，这样呢引拔结束的。那这一圈勾好之后呢，我们来看接下来第四圈和第五圈呢是不加不减的勾两圈。咱们先把第三圈勾好吧。第三圈勾好之后呢是这样的，它勾的外半针会剩一圈，咱们现在呢就可以把原来这根线呢给断掉了。接下来第四圈第五圈呢是不加不减的勾两圈短针，这样呢就正常的来勾就可以了。它这个没有什么针法上的变化。
就这样来勾，把第四圈的给第五圈都勾好。第六圈呢，咱们要重点说一下。第四圈、第五圈勾好之后呢，这样，现在，那第六圈呢是，同时在第五圈和第三圈的内半针上来勾的。咱们是这样，大家看，鼻子部分呢，咱们是往里面这样陷进去了，是不是？咱们这样来勾，把这个呢往里面压一下。压一下呢，把第三圈的内半针部分呢露出来。咱们现在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？这上面有线头是吧？我们把这个线头呢，先把它用钩针呢，先把它给调到里面来，不然的话呢，一会儿你勾起来非常碍事儿。先调过来，一会儿呢再说，再把它调过去。调错了，不是这个东西，这个。那这个绿色的线呢，也是把它呢先调过来，先不让它碍事儿。好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咱把它给压一下，压一下之后呢，大家注意，咱们刚才第三圈我们勾的是外半针是吧？那它的内半针呢就剩出来了，咱们现在呢要同时呢在这上面来勾，就是我们在调线的时候呢，咱们首先我们要调的是第五圈的这个辫子，这样嘛，是吧？然后在同时呢，我们要挑起第三圈的剩的这个内半针这一根线，咱们每次呢都是这样来勾的。那第二针呢就是这样，挑起第二个辫子，然后以及第二个，当然就是挑它对应的，这样对应的，那这一针呢就可以跟它对应的。这上面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刚才调的时候没有调好，用这个大头针把这个线，就是先把它弄到外面去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大家现在呢，就是先要找清楚第三圈的外半针，不对，第三圈的内半针，就是这儿，要清楚的数出来12针，1、2、3，这样一圈数出来12针，然后呢，跟外面这个部分呢对应着，咱们来勾。它这儿呢是引拔的这个部分，是不是？这儿呢也是第三圈引拔，引拔完了之后，它的第一针，这样呢一一对应，咱们来勾。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先立一个辫子针。然后接下来插入这上面这个辫子之后呢，那么这样来让大家看更清楚一点。好，这是第一针，第二针呢也是先插入这上面这根辫子，然后呢我们再插入这上面这一根。它是一一对应的，第三个辫子呢在这儿，这上面这个辫子在哪？在这儿。接下来第四针，先插入这上面这根这个辫子，
然后呢，我们再插入这上面这一根。大家注意哦，我们只要是，我们一一对应来勾就可以了。我现在看的是屏幕，所以老是看错了。就这么来。再给大家示范一针哦，就是外面的这根辫子是吧？同时呢，再挑起来里面的这一根内半针这根线。那大家就这样呢，一一对应着，里外呢都是12针，把这一圈呢给勾好。这个勾好之后呢是这样，现在呢，咱们把这个呢稍微整理一下，猪鼻子部分呢压一下。那这刚才呢，咱把这个线呢从这边调过来了是吧？我们现在呢重新呢用钩针把它调回去，调回去呢，然后随便的藏一下线就可以了。这个呢是鼻子部分。来，现在咱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接下来剩余的部分呢就是缝合了。咱们要在脑袋上面呢，这个鼻子呢，我们找一个合适的位置。当然我这个用的是粗线，跟它明显不一样。找个合适的位置，大概是大概呢，我们先来找眼睛的位置，是14和15行中间装眼睛的。咱们把这个眼睛的位置呢大概确定好，鼻子呢就是在它中间的这个地方，也是14、15行这样，中间这个地方，这样呢装一个鼻子。耳朵部分呢，大家呢注意装的时候呢，其实也不可能说装的是完全是对称的，但是尽量对称。这是耳朵，把它呢缝合上去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咱们就拿出钥匙扣。我呢是用这种钥匙扣呢，然后把这中间这个小环呢，用钳子呢把它打开之后呢，直接穿上去了。那这样呢，咱们这个小猪呢，基本上呢就完成了。还有这个蝴蝶结，这个蝴蝶结呢，我下一集呢会专门做一个教程来教一下大家。因为这个呢，蝴蝶结咱们不仅可以用在这种小猪上面，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。我来看一下，这个腮红呢，大家就用自己的腮红在上面稍微打一下，装饰一下就可以了。好了，那这个关于小猪的教程，咱们呢就到这里了。那咱们下一期见吧，拜拜。